台北县中和市的小巷内有一家不起眼的基督教书房，创办人张君令与妻子黄燕燕夫妻俩每天朝九晚九地忙碌着。看似平凡的书房却有着深刻的故事，因为张君令曾经是个活跃港台的大毒枭，现在浪子回头，卖毒品变成卖圣经。他希望借由文字出版品来帮助许多监狱中的朋友或是贫苦的神学生，来传扬耶稣的爱。今天坐在这里的真情部落格这位来宾呢，是一个曾经连母亲都不愿意原谅他的死刑犯，但是死刑犯呢，今天居然可以坐在这里侃侃而谈他的过往。我们要来欢迎张君令张哥。李姐你好。张哥，你是香港人吧？听你的口音。我来台湾已经差不多38年了。你的出生背景呢，可不可以聊一下？我爸爸他是开赌场，还有开妓女屋。他反正我从小就靠着爸爸的关系，因为我爸在香港流氓来讲是算蛮大的大咖了。对，所以说我先靠着关系，有没有就欺负一些比我甚至年纪比我大的小朋友，有没有？我从小都大都欺负他们的。听说你是那种天生的古惑仔哦。我记得我12、13岁了，没有，我爸爸已经开 MG 的开篷跑车了，那时候。然后像一般人来讲，是连脚踏车买不起的。所以说，我去偷去抢，就是说为了说自己爱好玩。爱去风头，就是说在我们一群人里面，有没有？就说你看，我都敢了，你们都敢不敢？可是好出头，要出风头这件事情，要害你坐牢，就一点都不好玩了。一次是抢劫，两趟是打架，一趟是偷人的脚踏车。所以前前后后关起来，有没有？加起来差不多有三四年了。你那时候是几岁啊？我那个时候四年做完以后下来还没18岁。哦，你家人怎么看这些事情啊？我一坐牢了，没有，第一趟坐牢，认识里面的人，写得更歪。第二趟再大一点了，认识里面的人更多了，变得更歪。所以说，但是我爸爸妈妈没有，小时候他会管我，但是我祖母她很疼我，因为我是长子的孙。就说每一趟我爸爸妈妈打我，祖母都等着。把你惯坏了，对，他说你别打他，要打就打我吧。所以我爸妈对我已经也说，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了，也是束手无策了啦。对啊，叫你去混，你至少不要去坐牢啊，对不对？怎么混去坐牢？可是出狱以后，爸爸就真的不想让你这样的混了，对不对？对，虽然说我爸爸是流氓，但是父母爱子之心，每一个都有的。他要告诉我，陈学林，我有两条路给你走。去台湾，去大陆，但是你就不能留在香港，因为你留在香港的话，越来越不像话了。对对，你认识太多坏人了。变成说越来越大条，对，越来越大条，对对。但是我去以前也没有，我爸考虑，我祖母舍不得我去。我祖母舍不得我去，然后我爸怎么办呢？他不可能每天看着我啊。原来他把我带到妓女屋去上班，带到妓女屋上班的原因并不是说为了赚钱，他是想看着我而已。看着你。
很久，但是我整天坐在那边，我没事情做，我不是办法、啊。嗯哼。所以说，他有发薪水给我，原来就跟着里面居留屋的小姐送他们去饭店。哦，台湾话叫马夫啦。对对对对，其实啊，没有，我当时还不并不是送他们去饭店，是怕他们跑掉而已了。他们会不会跑？会啊，因为他们美国没有都和我爸和我爸在公司借钱的，没有。嗯。借了很多钱的，要分期付款来玩，是妓女分期付款来玩的、啊。所以他们是很不愿意的被押去当妓女的。而且曾经我亲眼看到的哦，结果偷偷跑掉了，跑掉以后被我爸爸的手下抓到，带回来以后就把他脚趾最后一只脚砍掉、哎。他说：“你再跑一趟，我再砍一只，砍到你不会跑回去。”你后来这样做了多久？做了差不多大概差不多一年左右吧，就叫你选择要去台湾还是香港了。对，然后但是我去到那边做马夫，就讲是讲了，我整天有来一天就不来一天，到处乱跑，是到处乱跑。嗯嗯，我爸看到已经没办法了，因为不离开香港了，没有，已经没办法，所以说他给我选大陆台湾，所以我选就选，好就选台湾来了。30多年前的香港已经是个纸醉金迷的国际大都会，处处是诱惑，让张君令的父亲不得不让他离开家乡，来到台湾重新做人。结果没想到，张君令加入台湾帮派，变本加厉地展开了贩毒的生涯。别人怎么死都没关系，他只要为他自己说嘛，就换掉一切为自己为钱嘛，哈、哦，所以他贩毒，啊，贩毒，而且他的在恶事上面聪明，哦，港台之间，所以他赚了蛮多的钱，哦，广东的赚了钱以后就酒色财气啊，所以他的婚姻就破裂啊，当然最后还是被关起来。你刚来台湾的时候怎么样？感觉如何？有要重新做人的念头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是真的要做好人了，做了差不多2年左右吧。因为我爸叫我过来，是在他的一个朋友工厂里面上班。但是我就刚才就想，一个薪啊，不是说，我记得薪水是好像1天60块的样子。但是我总是说，去一天没一天，去一天没一天的，常常绕跑，不上班，而且我刚来台湾，对台湾人很不熟，很对不熟的对人了。我一趟到台北火车站，我看到往花莲的公车，我就想上去坐坐看了没有，搞不好1-2个小时就回来了。没想到坐花莲，坐到花莲坐了7-8个小时。我不晓得台湾怎么答案的，一坐公车一来一回也快2天了。你有下去玩一下吗？出发公路又单行道了，没有，所以说为了要被老板骂了，你去哪里？我说我去花莲，我不想要去这么久，我越说1-2个小时就可以回来。所以这段日子你过了多久？然后你就觉得你就犯了那种想要做坏事的瘾。两年左右，两年以来也没有，真的对于我自己来讲是好好做人了啦。虽然是说常常不上班的，没有，但是我没有犯过法，什么就反正说没有做过坏事就对了。但是后来到2年以后，我就碰到以前香港的朋友，在台湾碰到他了。碰到他以后，他就你现在一天就薪水就60块，不要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我那个朋友鼓励我，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人没有不会说好像现在什么什么有摇头丸啊，什么 K 他命啊，安非他命，那个时候都没有的。那个时候就海洛因毒品，他们说那个时候就毒品是最好赚的，所以说我就听他们讲，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本钱60块的本钱可以在台湾卖到10000块，利润是非常高的。哇，可是你也很大胆哎！台湾抓毒很严厉哎。对呀、啊，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想到说为什么严重，我都在想，顶多给你关个2-3年而已啦。
我老公是完全，所以你不知道法令，完全不晓得，完全不懂。你不知道会被判死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而且我那个朋友告诉我没有，你将军你不用带毒品，我有办法找人带给你，你替我卖就好，替我送货就好，替我收钱就好。所以你连运毒都不用，别人就把货弄到你手上去卖。对对对对，那时候利润是暴利嘛，对不对？对。你那时候赚那么多，所以车子也随便买。对，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做不到半年了，我就买了一部奔驰，不对对 ，BMW。而且那个是最大的728。嗯，出手很阔绰。对啊，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提心吊胆了。我现在开车有没有都拿去比？嗯，看着后面后镜，他们车牌，哎，怎么车一看，好像跟着我，就把车号写下来，最后两个圈有没有？变得说有点纠结心虚就对了。嗯哼哼，是开始过着不平安的日子了，对不对？对，但是后来有没有？我反而说不平安归不平安，我钱就还是越来越需要钱。嗯，因为花得越来越凶。对。你自己吸毒吗？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那将军你什么都可以碰，就不能吸毒，一吸毒你会家破人亡，你以后完蛋了。所以说我从小没有警惕我自己，什么都可以碰，就是不能碰毒品。那你知道会家破人亡，你还拿去卖给别人了？我当时心态是说，只要有钱，我什么都 OK。哦。而且当时，反正我卖给你，洗的是洗你，不会洗到我啊。我是赚钱而已了。那你大盘商把钱提到那么高，把这毒品的利润都赚走了，中盘商怎么办？中盘商他们很聪明，他将一块毒品，开成六块，开成六块以后，他们会掺葡萄糖啊，或者掺面粉啊。然后把重量加重，而且他们掺葡萄糖的话，还是说有点良心了。因为有些掺面粉的话，因为为什么他不掺葡萄糖，就掺面粉，面粉比较重啊。对。所以说就变得重量就比较重了。好了，用到如果你用面粉，你打血管的话，葡萄糖它马上就溶掉了。对。但是面粉不会溶的。对。那血管有没有结？慢慢越来越多，有没有？比如说，整条血管就阻塞，直接手爆肺了，血管也全部阻塞掉了，都是面粉啊。那所以要怎样？就截肢哦。所以变得手就不能动了，对了，因为血管了没有，都已经被面粉了没有塞掉了。还这样害人哦。反正我们的心态就是坚决，就是说我们要前瞻了，我就不管你，不管你说你死也好，我也好了。你们那时候。警察盯的紧不紧？那时候台湾查毒的风气，查毒还没查到我这方面，还没，而且我做了很久，有没有？我记得我为什么被台湾警察抓到？是有一趟我在香港打电话到我的台湾，给我一个买主，那个买主已经被警察监听他的电话了。刚好我那个时候打电话给他，我说某某人，我。你先欠我的钱了没有？什么时候给我啊？啊，你先需不需要东西？需要的话，我顺便请人带过去给你。他就问我啦，一两多少钱啊？我要告诉他一两多少钱多少钱。所以后来我记得很好玩的，我被警察抓到以后，那个法官问我，将军你告诉我一两东西多怎么好几万块的是什么东西？你打得出来，我马上放你走。我答不出来。黄金啊，黄金也没有这么贵吧？钻石也没有这么贵吧？而且我们黄金和钻石它不是限量的啊。所以说我真的答不出来。所以你就被判刑了。而且我本来讲了没有，是不会判死刑的。但是那个是验毒条例，我一死刑。但是法官来讲啊，没有都很少判人家死刑的。但是那个法官是怎么说我？他说：“将军，你验尿没有毒。”但是你卖毒，人家是吸毒，以毒养毒，没办法就卖毒的。你不吸毒，但是你卖给人家，因为是罪在一等。表示你很坏心，你不是被逼的。我看到那个判决书啊，我手已经发抖。我说没想到这么年轻就被判死刑了。对。但是我就心里面反而说不怕，我想
假如我不洗的话，我要关多久不晓得，然后关了有没有命出去我也不知道，洗掉无所谓了，反正十八年后我没有要洗一条好汉。你会觉得死掉无所谓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已经有娶太太了吗？有小孩吗？有啊，有一人。你不会觉得舍不得哦？我那个时候已经全部为了钱了，没有，我整个世上里面都是钱。哎呦！所以我都没想到的。你那个时候后来是，因为你还坐在这嘛，表示你没有被执行嘛？没有，后来是怎样被改判的？对，后来我相诉，有没有？嗯。我相诉的时候，那个法官说，我在台湾没有钱货了。哦、其实因为香港和台湾没有邦交，他查不到我就香港有钱货、嗯、他说既然是第一趟贩毒，他原谅我，给我改判无期徒刑，嗯，放你一条生路。对，可是你不是本来想说死一死算了，结果现在判无期徒刑。不是，这两个时候你要洗也洗不了，他不给我洗。所以你的心情是更糟还是怎样？还是有一种哦，就很矛盾。对啊，就跟妈妈摊牌，那两个摊牌的过程，就两个都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很坚决，那他觉得我怎么那么傻，要去接纳这样子一个一无所有，甚至是背景这么不好的一个人。那我相信，我的上帝也会帮助我熬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当初虽然妈妈反对，那我们还是决定要结婚。军令入狱被判无期徒刑，他在遥遥无期的监狱中生活着。因为接触了更生团契，他开始看圣经，并受洗成为基督徒。从判死刑无期到执行出来假释，他的改变，在监狱里面接受福音的改变，他认为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就过了一个跟他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他生命有改变。我们提名他，接触更生人讲，跟军令弟兄说，我说不是感谢更生团契。第一个你要感谢神，那上帝给你这个，因为他知道你是辛苦，他也知道你的努力，对不对？你要感谢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努力过来这样子。然后呢，他的努力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所以张军令被。因为贩毒被判了无期徒刑，其实在监狱里面的日子一定是不好过的啦。不过他之前拜了码头，所以号称是竹联帮的，在里面让你就有一个靠岸的感觉，不至于落单或是被人家你知道随便来。而且我那个时候还可以帮助很多香港人，这里面的香港人。你怎么帮他们？靠着竹联帮的关系，比如说他们没烟啦、或者他们还是爱坐了反正无聊，没有看书嘛，但是没忍不住书啊，我到处找书给他们看啊，偷偷拿香烟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香烟还没开放，所以你会照顾同乡。对，那你的钱来源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太太那个时候她每个月都要寄钱给我，所以前妻有寄给你，哎呀钱放在她那边啊。嗯而且进去的时候我银行里面本来就有钱，所以说你可以按建议里面申请，有没有说把我银行里面钱拿出来给我的。他后来多久跟你说他要离开你？我记得是快要可以报假释，会快要出狱的时候。快要出狱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要离婚，为了小孩子的关系，就用小孩子。嗯，然后你会因为爱小孩子而成全他，这样子。而且当初房子我是怎么过给他的，是因为怕说我充公我的财产，所以说反正我已经有了窃取的房子全部过户过去，这几个原因。所以你变一无所有。对，可是你在那边心灵很空虚的时候，其实你会常常想到、我想当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到了没有，到底我爸爸妈妈怎么样，对，是不是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当初他来要我来台湾的目的是什么？而且那个时候我慢慢想到，我也做人家父亲了，难道我儿子贩毒，我女儿贩毒，我有什么感想？你开始反省了。会反，慢慢有点反省，真的。所以那时候有更生团契的人来关心你，对不对？
有，当时他几乎说，当时佛教的也有，什么回教的也有，基督教的也有。嗯。但是很，我对那些人没有，我是当时来讲，我是无神论者，所以说我都不理他们。然后高僧很需要传道进来找我，我说你能不能替我打个电话给我妈妈？我说我写很多信给我妈妈，没有，但是都没有回信。我想知道我妈是死还是我。但是好吧，他偷偷去夜里，监狱里面是不能打电话的，也不能托人家打电话的。那个全在偷偷都没有打，那些他因为怕不会讲广东话，他所以找到另外一个香港人，有没有打给我妈妈，告诉他你儿子在坐牢，你晓得吗？我妈说晓得，反正这个儿子我不要了。当妈妈说她不要你这个儿子的时候，你非常难过哈。对，因为我想要，因为老师，我想查的，我有一天我儿子我女儿告诉说，你不是我爸爸，我又怎么想？听说老师一直很后悔，但是我，你有后悔哦？有。但是我给他讲，全都。假如说我今天信耶稣，你可以马上放我出去的，我就马上信耶稣。你觉得你没有机会了，人生？对，我说信耶稣没用啊，我十几年关这么久了，没有，我想想信什么都没用了啦。但是那个全都没有，有人说有点死缠烂打了，而且全人给我通信啊，送了本圣经给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最高的记录是一年里面读了两篇的新旧约全部读完。慢慢的越来越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事。而且甚至乎有一趟我在卸房里面看圣经，突然之后看到有一个人很有讲话的声音，我看一看上面，真的竟然有人在上面看我讲话。我在想他是主耶稣，因为他说圣经你已经无药可救了，你现在不是圣经就不重新做人的话，没有，你会完蛋了。当时是，我也说是我是幻觉是真的，但对当时对我来讲是很逼真的，真的。他很重视。主耶稣要看我讲话，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起读圣经，越来越用心了。后来我是在澎湖监狱，澎湖监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替我受洗的。你们有问他说，我都无期徒刑了，干嘛重新做人？当时那个时候已经我也想了，没有，我想好好的这关，只要自己行为好一点的话，没有，我一定会提早出去的。张军令出狱后，曾经过了3天的挣扎，最后选择离开黑社会。开始了稳定的团契生活。那出来的时候，他过了一个最危险的72小时，他就直接就到中途之家来，他不走回头路。对一个长期性来讲，说到中途之家是给他在生活中间，因为他跟这个世界隔了很久嘛，所以他要一个调试。回归到把他们养成一个生活作息正常。OK， 那这是跟团契，然后所做的陪伴嘛。那之后呢，跟着燕燕的之后呢，我相信，因为结婚之后，那种征战啊、试探会是最大的，那夫妻之间的部分。所以呢，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能够互相的包容，那也看到燕燕真的是做一个最大的陪伴。我想燕燕的付出是最大的。张军令在教会认识了妻子黄燕燕，两人相互扶持。但起初女方家长却十分担心，直到真正与张军令相处之后才放下心防。我起初也是很怕，我这样子我们是要找随便找一个干嘛他说不会的，他会对他很好啦。哇，而且把上一点老啊，老阿姨都讲未来又会对一派啦，就答我，未那种意思讲未变啦，就答找这个查某囝，就答一直甲切目屎。
在根生团契里面呢，其实张俊丽认识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是黄艳艳黄姐。欢迎你来真情部落格哦。其实你为什么会接触到根生团契呀？因为我们的教会有开放给根生团契还有晨曦会的弟兄能够加入我们的教会，甚至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小组。接纳一个弟兄跟你要跟他交往有一点差距了，是因为他是个死刑犯，他以前贩毒，然后他的家庭背景你都知道吗？知道一些。你还敢跟他交往？所以我刚刚也提到说，真的是上帝觉得跟我开了这个很大的玩笑。因为在小组里头虽然有常常有交通，那也知道他的个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背景状况。对，那在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个弟兄好像心肠很柔软，然后做事很认真，然后很守时，然后很会去帮助其他比较弱小的人，那我觉得好像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坏人啊。然后在小组里头，大家就谈话的机会就比较多，那时候因为他跟期待他的以前的太太能够跟他恢复更好的关系啊，好，或者是有机会恢复更好的关系，那就有时候在小组他就会提，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的太太有更好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我们在其中就鼓励他说没有关系，反正过去的也就过去了，然后太太的决定我们应该要尊重啊，不要去太多的干预。那最重要是要在走前面的道路，过前面的生活，那对你来讲可能是比较好的，比较有帮助的。对，听起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对不对？是。所以张哥，其实你刚刚出来的时候，你也很彷徨过，说要不要再回去找关系，或是去投靠黑道。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回去找我老大？继续贩毒？还是做好人？我在台北房间站了没有？过了三天。你就在那边对每天犹豫，这样想了三天呐、啊。每天去采鱼单，一天去五个采鱼单。我想，我到底我要到高山城去，好，而且我去老大那边好。我一直在想。那你有开始做分析吗？有，但是我一直在想了没有？假如我再被警察抓到了没有？这张死刑逃不掉了。对。而且没有，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我现在是基督徒嘛。我能不能再做点事情？对，但是我到最后还是打电话给我老大。我老大已经出来了，我是不是该继续做我老本行贩毒？老大说：“对呀、啊，你早就该回来了。”对呀、啊，他当然会这样讲、啊。他就考虑好。你管道那么好，他也可以赚啊。对，他就考虑好，我说好。但到最后我祷告完以后，我还是会到更生团契，于是我打电话到更生团契去。那想好吧，你上来吧，都叫我去中途居家。当时去中途居家是说，早上到更生团契打杂读书就对了，然后下午下午去读书，读圣经，然后晚上在里面小组，而且每天也过。当时刚开始我感觉到好无聊哦。每天节日就同一个生活，一个月只有几百块，所以我当时想过没有，真的我去贩毒是怎么样好，但是还感谢主，到最后我没有，我还都没有回去贩毒。你就是决定要在根生团契这样子好好的重新开始了。对，我想他们中途居家刚好去了一年。好，在那个过程里面，当你正觉得很无聊的时候，那当这些人。老大的手下又来找你的时候，引诱你说可以赚很多钱，可以开名车，住豪宅，然后你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挥霍，然后不用像你现在淋着雨骑机车，然后苦守着一个一成不变的日子的时候，你怎么办？其实当时来讲，没有，不是他们来找我，是我曾经去找过他们，我找过他们，但是我告诉他们了没有？我说我已经去在中途居家里面很好。
也不想说回去做这一行了，现在又重新做人了。哦，你先告诉他们你重新做人。哦，好理解。所以我自己去找他们，你要劝他说你们要不要一起来试试看。所以你体会到那样的生活很好，是你要的。而且当时也没有，我记得我一出来也没有，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妈我出来了。嗯。他今年怎么说？我现在老人痴呆，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他还是不认你哦。他说他老人痴呆，不晓得讲什么，不晓得我讲，不晓得我说什么了。所以你还是很伤心哦。然后他第二趟再打，他说：“你毕业再回来了。”不要把我们家好好家庭破坏掉了，你弟弟妹妹没过得很好，你未来就把大家拖累到大整个家庭的一样了，你就把我挂电话了。你有那种断了根的浮萍漂流在台湾的感觉，对不对？对，还好那个时候去歌声腾起了没有？还有，太太有没有？我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结婚。你追他的吗？你追他的吗？是。那个人他是鼓励我啊，他也是鼓励我啊，没有，所以说我才守得下去的。所以接受他的鼓励之后，你就觉得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对。可是这个很好的女孩子也有很好的家人，很好的家人就很怕坏人，对不对？他们就会觉得怕嘛，怕你没有真的变好嘛，对不对？我还记得他告诉我说。如果他嫁给我的妈，嫁给我的话，他妈妈会和他脱离关系。你妈真的这样子威胁你哦？嗯、那怎么办？因为在小组啊，在教会有一段时间很好的观察，那我想，他应该，我想君玲应该会懂得珍惜啦。嗯，好、哦，我想说他曾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监所里面度过，那曾经也做了这么。让家人不愿意接纳他的事情，那有一个人重新愿意把他当成一个新的人来接纳，来爱他，来关心他，我想他应该要懂得珍惜。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就跟妈妈也摊牌啊，我让他很清楚。当然我知道妈妈是因为怕我受到伤害，甚至我的家人、我的其他弟兄姐妹受到伤害，那就跟妈妈摊牌。那两个摊牌的过程，就两个都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很坚决。那他觉得我怎么那么傻，要去接纳这样子一个一无所有，甚至是背景这么不好的一个人、那我相信，我的上帝也会帮助我熬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当初虽然妈妈反对，那我们还是决定要结婚。所以结婚当天呢？结婚当天家人都来了，真的、哦？真的，家人都来了。是笑着来吗？是笑着来的，是带着他们的祝福，我们有结婚的。哦，好棒哦！但是他为了有个书房，把房他自己最舍不得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帮我的忙了没有？不晓得说以后不会倒掉，我不晓得，完全没把握。我还想今天我告诉他，你要说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亏完了。我们就在台北佛先生那边做乞丐也不一定。我开这个书房的时候，就人家告诉我说：“你开书房，开出版社。”一定会亏本，而且会血本无归。但是我在想，干脆我血本无归，干脆给他做老板就好了，因为他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不可能给你亏本的，不可能会倒的。所以说我把书房有没有奉献给他。没有金钱，只凭信心的张俊令决定开设书房，下了很大的决心。他因为自己在狱中接触到圣经，因此也希望能透过出版品。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白天，从华人堂前面经过的时候，就看到那夫妻两个人在那边摆那个华轩的书，然后我就会过去打个招呼。然后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他们看到夫妻两个一起努力，那燕燕在后面支持他，也跟着他在那边这样的辛苦的，为了这个摆设书摊的事情，然后彼此的这样子担待，我觉得真的是
很开心。其实我蛮佩服他，我觉得他有那个勇气，但是我会更提醒他，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后面有一个，你一定要去抓住你后面那个爱的源头，否则有时候你会觉得爱得很辛苦，爱得很累，很有压力。那有时候他个性比较强，他不会真的把很多他的难处讲，所以我常常需要主动打给他。就不一样了，早起九点了，到下午十点才有当休困，夜间是较晚休困。今天伊是应付外口的较轻松，啊，内底代志真多，啊，阮两个查某囡仔咧斗相共，啊，咱即摆安尼。有谈无谈，我嘛唔知，我嘛唔爱去问伊，问伊也无一定要老实家己讲啊。哦，啊，上好是讲拍一滴就好啊，吼。啊，然后一寡一寡人过来看一寡圣经啦，看一寡册啦，啊，这是做一个，啊，是讲好好职业啦。张哥，果然好样的。敢去跟老大讲说，我不要做黑道，跟政团记比较好。后来呢，就去了华轩的出版社，对不对？做仓储管理的工作，收入很稳定，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家庭。你真的就化解了妈妈对你的没有疑虑吗？没有，他是说分相信一分而已了。一分呢、啊？一半、啊，一半，对、嗯。他后来我记得我在华轩上班的时候。他到台湾来看我，看我妹妹、我妹夫，到台湾来看我。他不是来看，是看我是不是就真的做好人。后来华轩的老板，他就请他们吃饭，告诉他们说，江经理真的是已经做好人了。其实我前面上班是做得很好。我说我妈妈来看我，是不是？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担心我，还是不相信我？我说老板，你可以替我做保证吗？反正我已经在华轩做这么久的，我也就做得很好。他那可答应我没有？答应说请我妈妈吃饭。所以说他告诉我妈妈以后，我妈妈真的完全相信我了。而且我现在都每都固定了没有？每两个礼拜打电话给妈妈，打两个礼拜打电话给妈妈。而且还有零用钱，有时候零用钱拿给妈妈。你现在讲话感觉你好真诚哦，都感觉不到你十五岁是古惑仔。就是可能是上帝给我改变的吧，真的。所以你有跟妈妈说什么吗？有没有跟她讲一些比较感性的话？有啊，我前问她没有，妈，我本来全福音给妈的，但是啊没有，因为她住了个地方啊没有，很小教会，所以说没办法全福音给她。但是我妈说，我妈现在很相信我，她说想不到你从小歪到大的。信耶稣以后，竟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有跟他道歉吗？有，我看曾经在他面前也没有哭了很多汤。你哭了很多汤，那他的回应呢？他一直还是鼓励我，安慰我，过去就是怎么算了啦，你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好可爱哦，好做人了，不要说就好像以前一样啊。他说我小时候真的想打死你，不是你不祖母在的话，没有，你早就被我砍死了。想不到你，我都六十岁。这妈妈也很可爱的，这我真的是一心想要你好，你都已经六十岁，你终于变好了。而且我妈很健康哦，感谢主啊，走路比我还要快。你做的好好，后来为什么你们两个会想要做书房？不是当初啊，没有，我在中途居家的时候，我晚上要去瓦山读研生部，读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结婚，差不多结婚的时候对了。读研生部，而且我读的感觉到自己感觉到了蛮好的，但是有没有经济压力，他又买很多参考书啊，什么书啊，对，我都没钱买啊，所以读了半年以后又没读了，从哪个时候开始我就想，很多神学生看我一样没钱买书了。我是不是以后有机会也没有会帮助他们？刚好一个朋友就把我介绍去瓦森上班。我进去以后是从杂工开始做，一做就是11年。所以你几乎每个地方每个环节都学过了。我做都离开的时候已经是瓦森的经理。但是
前前后后都是他们老板李过一直说鼓励我，还有杨经理鼓励我，有没有？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说哇，不想做了，很辛苦。对，每天奔去奔来，奔去奔来，奔去。我说我才50公斤，哪个书生比我还要重？对啊，对啊，是啊。但是他一直鼓励我，不行，你做下去。为什么，黄姐？为什么？因为我想说，一个更生人想要在外面找工作，其实是不太容易的。那既然李哥他有心。也愿意接纳这样子一个更生人，那我觉得那个机会就已经很难得。可是你不是只是在旁边，就是扇扇风、点点火而已，你是他的生命共同体。这个行业现在越来越不赚钱，经济的压力负担很重，你要一起扛。对，这个我有这样子的共识。那因为我个人的生活是很单纯的，很简单就可以过生活的，所以我讲。只要他有一个工作，我有一个工作，我们两个一定可以过得下去的。真的、哦？那只有在这样子一个跟外面完全拒绝的一个这样子环境，他才有可能继续做好人。可是他卖书的法则很怪嘞，因为穷学生很需要参考书，所以他偷偷倒贴了。他倒贴嘞。所以说很多当时很多同行误会说压低价钱的抢生意，真的、哦？对啊，他们来找你那个。打电话给我说，我压低价钱抢生意。我说没有啊，其实是我自己倒贴的。啊，你这老板好怪哦！你倒贴一半的钱，然后让他们用一半的钱去。对，而且很多钱都收不到了，我都给他们付完了。所以我今天开书房的目的有没有？其实80%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离开华盛的时候，我们老板就告诉我说，你要一个朋友死很简单，叫他开书房开去版社，他一定死得很惨的。没错啊。所以说我应该要心理准备了。对，但你这样一路走过来，看到他，可能为了爱你，或是努力去改变他自己，然后从以前的那个习性到现在变成这样，对，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啊？真的是很奇妙。真的是很奇妙，一路其实我也在反省，我一直以为我就觉得，好像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付出，我为生活付出，为生活打拼，为房子付出，为生活房子打拼，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好处。但是后来这一两年的时候，我就想想，其实他一定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因为如果没有军令。没有看到，我就看不到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他身上的改变。因为我以往的上帝是高高在上的，是离我的生活是很远的。因为我的生活是我自己都设计好的，我的安全指数是很高的，我是不容许别人来侵入的。每一个步骤我都会可以安排得很好，没有什么担心的。但是上帝预备了他，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上帝不是透过他，我真的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还是在远远的地方，是我的神。但是透过他之后，我发觉我的日常生活里头，我的工作里面，我的生命在改变，军令也在改变。虽然一路走来很辛苦，对，但是真的只有感谢神。对 对, 对，因为没有他，我仍然是以前的我。对，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对？他真的是主外啦，因为他主要去照顾外面的穷苦学生。不是，是李姐，我是很感激我太太人的。他本来就是在养老总会上班的，那薪水很高，但是他为了有个书房，把房他自己最舍不得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而且他的。整了，我还要离开不做，跑去了帮我的忙，而且帮我的忙了没有？不晓得说以后不会倒掉，我不晓得，完全没把握。我还想，今天我告诉他没有说，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亏完了，我们就在台北佛先生那边做乞丐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感谢主，他一路下来，他每天做的事。从早上9点做到晚上11点多，从来没停过，没有礼拜六，没有礼拜天，所以说我们就做礼拜以外。所以说，我娶了几个太太有没有？我真的很感谢主恩的。
有啦，收到，每天收到，大家都收到，他真的很感谢你。而且没有，你们太太也没有，搞不好已经要回去了。嗯嗯，你现在在故乡的生活，虽然很多重担，你还是没有想要走回头路，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我有几个太太，以前更新电视节目怎么对我，我妈妈怎么对我，嗯，完全被我反过来了，已经全部改观了。如果再回去的话，我还是人吗？我以后有一天回去，我怎么和上帝交代？怎么和我妈妈交代？怎么和我太太交代？所以说我怎么咬牙切齿，没怎么辛苦啊，没有，我要是爱下去，陪我太太爱下去。我最想问的是，你以前觉得管人家去死，反正你花钱买我的毒，你把自己害死了活该。你现在为什么会觉得要你自己可能跟你的最爱的太太去街头流浪，你还要帮助那些学生？因为我记得我读阿三的时候，没有，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没钱读书，没有，真的很痛苦。想要往上爬，对，没有办法，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在省第二方面的，没有，其实说我有能力培养更多牧师啊，更多全头人出来啊，没有。嗯嗯，我以后真的我去见上帝啊，没有，总是要交代吧。好像看起来这段路有点难，过去的路看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它所结出来的果子，你们实际的感受到底有什么不同，让你们坚持在这条道路上？如果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合唱，我们服侍的一个机会的话，那我想他已经开了路了，他就一定会成就，会成全。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把他交代给我们的东西把它做完。那我相信如果像君宁这样子的人都能够被上帝改变，我想其他的人应该也同样有机会。那像君宁这样子的人，上帝都爱他，我相信上帝也爱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真的是他卖什么东西你就看他的心在哪里。过去他贩卖毒品，谋取暴利，强害人命，但是麻木不仁。现在他在卖书，他透过真理去拯救灵魂，牺牲自己到底。真的很奇妙，我觉得张哥在打一场为自己也为了台湾很多人的灵魂而征战的一场圣战。即使那个黑暗的世界也有一些利诱出现，但是他不为所动，在大社会的这个小角落有这么一间半买半送的爱心书房，希望你也一起来支持哦。我一个被判过死刑的人，我想对这样的人而言，再也没有一些人比他们更深的体会，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遍，如果人生可以有改变，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多好。其实我相信在将军的人生当中，很多次他都想再来一遍，重新开始。他也努力过，你还记得他讲到说他从香港到台湾来，那个时候不管家人也好，他自己也好，都想我要一个新的开始。他已经被关过四次了，他不想再过这样的人生，家人也不要在他这样继续下去，他有一个机会可以重新开始。你还记得金玉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努力呢？你有没有真的改变呢？他说有，两年都没有在做坏事。当一个人靠自己想要改变过去的模式，两年都没有再犯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两年在人生当中只是多短的一个时段，之后呢？之后老毛病又来，之后情况又不好，之后可能更严重了，严重到被判死刑，严重到被判无期徒刑。我相信到后来张俊烈也好，他周围的人甚至连妈妈都很绝望，说完了，你改不了了，你永远只是说你不可能改变。直到他认识耶稣基督，他遇见了这一位神，他真的经验圣经里说，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一个新的开始，旧事已过，不会重复在那个错误里面一直打转，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以至于一个死刑犯，一个无期徒刑，一个绝望的人，今天可以成为生命充满着希望，而且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人，他的生命经验改变。其实还不只是张君令，在这节目当中我还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是他的妻子，是燕燕姐。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他的人生，他说他的安全指数极高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安排得好好的，都很保险的，都不会出事的。但是好特别哦，在他生命里面他做了一个非常不保险的事情，就是他竟然嫁给了一个曾经被判死刑的人。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他这么自保的一个人，怎么会做一个这么冒险的事呢？上帝允许，因为唯有她嫁给张君令，她后面的人生她才会惊艳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像燕燕说，她一直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上帝好像远远坐在天上，直到她开始认识张君令，在她的生命当中那个保险的围墙被拆掉了，她真的经历上帝才是她的依靠。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危险困难吗？经历神，上帝祝福。